刚考完哲史，发现真的死了。嗨，我最近在玩上面。嗯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光好看。我为什么？我觉得晚上的光都很好。啊，这个好。什么意思？不要！一真的粉丝们，今天是6月7号，阳光明媚、活力满满的一天，开心点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开心的系上同学。哦，看呢，看
开心。开心。那呢？就最近也开心。对，我超开心。哎呀，看一下这个美丽的校园啊！哎，建军，建军。OK，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校园的垃圾桶。搜一下这个饮水机啊，饮水机 OK， 刚考完哲史发现真的是奇怪了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鼻子又瞎了，这个人平常喜欢凶爸爸，那个不好放大了，放镜头大，看一下这个头皮，笑得可怜，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白发。一定是因为太劳累了。这个好新的图示，你到底长得什么样？胡毛是吗？我以为是胡毛。它长像什么动物啊？秋田犬、啊、你关掉了妈妈铃薯这叫马铃薯我不要哎、欸，亮亮，亮亮，你知道他得到救赎吗？可是我跟你说，他已经嗨一整个早上了。我跟你说，然后没有人跟他嗨。那个时候去的话，我们就只能9月8号6月7号。啊！这个鱼啊，我的天哪！